这个困扰问题从来没有困扰过我啊，就是我的经验是不会跳也行，好球啊，乔丹贝尔，能不跳就不跳，因为跳了之后会比较，这不仅伤膝盖啊，这关键是丢面子，因为跳起来跟没跳可能差别不大。话语之间，广州队连续得分啊。15，乔丹贝尔。我觉得整个广东队的对不起，广州队的阵地战进攻可以多让得分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二号位。嗯，乔丹贝尔，看低位进攻啊，这些平时在 NBA 不会有机会，他也没有这个球权，对吧？对，有一个。是突然在篮下出现了三个人来做这样的一个防守，是回来之后又是贝尔非常积极的这个，嚯，好球！贝尔也是有着不错的中距离投篮的这个能力的。哎，陈俊啊，这个比较清楚，好球，过大了。哦，对，乔丹贝尔做绕前，坚决给啊，对对，好球啊，对啊，这么去打的，对啊，你不能老把他真的认为他就只是一个攻，贝尔先拿球直杀篮下，这个球发球以后是一个战术配合，不觉得甜点，很可惜没进，陈俊再找到贝尔，大范围的转移，杜明镇一脚的三分，好球！杜明镇现在的三分球的把握性真的是非常高。陈俊还是面对白昊天的防守，卡住位置之后给到贝尔。这球三分也给了贝尔比较大。陈俊本身他对于三分的依赖是比较大的。嗯。贝尔往里顶一步之后，再给到陈俊，没人防啊。对，打过来贝尔太大意了，这是贝尔的 show time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贝尔对于这个你打的这个战术配合，他已经有准备了。对，你发底线球的话，你要去观察防守。陈俊，还是贝尔出来接应，小波乔再来尝试一个，这个球没问题。是，其实是身体状态。对，身体状态很差。上线双打完了之后，给到贝尔，贝尔面框打，中距离，这个球呢投进一个，我觉得杀不死人。嗯。龙子峰，点一下之后再往里突。哎，好帽，这球并没有干扰球啊。陈子杰对贝尔犯规，没有那么顺。利用连哲的掩护，林俊把球给到贝尔。虚晃一枪，投中内线，还是要通过战术配合打出机会来攻。个人持球强攻啊，这个效果确实不好。